这一支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我们的自动集成 OneBox 吸尘器啊，它很轻巧，很方便，吸力也是很足够，很细小的土石、灰尘、沙石也都可以吸得很干净。它是三层复合式的结构，在吸的时候它不会让那些病菌再跑出来。很希望家里有一台这个咖啡机，轻松的喝咖啡，然后可以用使用咖啡渣做一些花艺的手作活动。会担心老人家卫浴的防滑跟辅具的部分，所以我今天听到坐式，然后水龙头两边这样冲的部分是一个蛮友善的设计。洗碗机我们很普遍运用在空间的规划当中，我们又多出了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。厚蜜它真的是很惊为天人，我没有想到这边会有那么完整的展示。毕竟家里要一个这么大的体验的厨房是很难得的啦，那个是有机玻璃台面嘛，都让我印象很深刻。吸进去就从这个地方进来，对，然后从这边进到这个集成纸袋。对，我最喜欢 Panasonic 自动集成 OneBox 吸尘器，轻松便利让我成为优雅家事达人。